4月23日，葵超联窦骁的婚房曝光，价值高达8亿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据网友透露，窦骁和超联的婚房位于北京某顶级别墅区，房子3300平，花园4500平，融入了法式建筑，里面有4大游泳池、按摩泡池、干湿蒸房、电影院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豪华车库、地下室等。画面中，别墅如同宫殿一般，室内装修得金碧辉煌。这样的房子，做梦估计都难以梦到。对此，有网友调侃，担心他们进去后会迷路，还有人表示，要不要请佣人，我去他们家擦地板。网友透露，8亿是北京最贵的豪宅。有人认为，房子应该是赌王分派送给女儿的新婚礼物。窦骁一共都没几部大男主戏，商务代言也不多，几千万的豪宅买得起，但8亿的顶级豪宅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。还有网友冷嘲热讽，坦言窦骁价格不错，终于挤入了上流社会。还有人关心，房本上到底有没有加上窦骁的名字，到时比例该如何划分呢？豪门都不是傻子，很显然这是何超莲的婚前财产，就算离婚，窦骁估计也拿不到房子的一分钱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